位树林的乡亲好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树林分局分局长林国民，在此先向大家拜个早年，祝大家新年愉快，龙年好运到，治安平稳，交通顺畅，让民众安居乐业，一向是我们警察的工作目标。过去一年，本分局强力查缉诈欺犯罪集团，扫荡不良帮派，打击不法，防治交通意外事故发生。未来一年，本分局全体同仁将持续守护树林家园。随着树林捷运工程施工，道路缩减，设置围篱，难免影响车流行进。本分局以规划交通疏导勤务以为因应，在此呼吁所有的乡亲好朋友，不论开车、骑车、走路，务必遵守标志标线及交通疏导人员的指挥，让我们一起平安度过交通过渡期，迎向交通便捷新生活。另外，请各位乡亲好朋友放心，农历春节期间，本分局针对治安、交通、为民服务等工作均已妥善规划，让民众可以阖家平安、欢喜过好年。最后，谨再次祝贺所有的乡亲好朋友新年愉快、心想事成、龙年行大运。谢谢大家。